第31届电视剧飞天奖暨第25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日前在宁波举行。当天万有腿疾的倪萍出席红毯仪式，见其鲜少露面的倪萍打扮得十分贵气，浓妆艳抹，脸上铺着厚厚的粉，看来是十分看重这次活动。倪萍最近刚刚上了汪涵的天天向上，两人私下交情匪浅，因此红毯上安排他俩走在一起。让人暖心的是汪涵在旁边小心地搀扶着他，因为倪萍行动不方便，走路缓慢，汪涵一直挪着小碎步控制着节奏。据悉倪萍这些年一直被病痛折磨，他有严重腰椎间盘突出和后背肌肉粘连造成的腿疼，出行至少要带两名助理来搀扶。还有传他早年拍戏大腿泡在冰河里落下病根，导致常年腿疼。网友表示倪萍最近的变化太大了，身体严重发福，脸胖的都变形了，似乎是有点过度操劳。